在监狱里会反复聊到一个问题，你犯了什么进来的？时间久了，跟不同的人说，反而越来越不清楚。你这几天怎么回事？我只找一个人。找谁？不知道。 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我记得他的东西，把我还给他。知道你老公平时跟什么人来往，跟什么人有过节吗？你老公啊，欠我们5万块钱。我没有钱。嘿嘿，没钱？你知道你没必要护着他。人找着了。找到了。 如果撞见老公的人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你知道房子？勘察工作正在有序进行，市局领导非常重视。哎，你们俩关系不大好是吧？ 他是不是很讽刺？撞了我老公的女人，也可能就是救了我的女人了。